近日，董璇生日 vlog 惊喜上线，诠释了娱乐圈女明星变身打工人的一天，非常的充实而且惊喜满满。不仅拍摄了杂志写真，工作人员还贴心为其举办了生日派对，还送上了蔬菜花和锦旗，十分用心，还不忘催促老板健身。接下来就是忙碌的拍戏时间，敦煌剧组工作人员还贴心准备了蛋糕，董璇还不忘逗趣表示：“我等的就是这一天。”最后，当董璇被问到生日愿望时，他很诚实的回答：“永远吃不胖和花不完的钱。”不愧是女明星。这自觉能力也是很强了。据悉，11月5日是董璇41岁生日，好闺蜜佟丽娅、关悦、卡零点发祝福为其庆生。佟丽娅发文：“我最爱的你生日快乐。”而关悦则是一口气连用10个最来祝福亲爱的生日快乐，永远美好。